是在这里吗？聊天室在这里吗？不可能。对啊，找找看好了。哎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小天使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啊，真的耶！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耶、yeah, ，太好了，好，给我们米角。做完才能拿到这个东西。啊？啊？好、哦，就是要做这个，然后这个就是旋转360度，又上又向上。对啊，然后脚还成功，做完就可以拿到米角了吗？对啊。还、啊、要怎么做？这个来，我教你。这里好了啦，这里好了，怎么做？哎。怎么做？怎么做？啊，你做给我看啊！怎么做？你坐这边，我们在这边看啊！你坐这边，坐你在这边坐，嘿。啊，你拿的东西丢掉了，放地上，丢掉，嘿，丢着了，嘿，就放，丢着，嘿。啊，坐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把这个放下来。它会放下来吗？对。怎么放？就这样放。压到底吗？对。然后还有安全带。我安全带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我安全带。我扣起来。好，扣起来。然后嘞，就是这样哦。那我们会的啦。等一下我们就是做好，然后就会出发这样。带，扣好。阿手要抓紧，阿他就会出发。哦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哦，那我们会的。那，哎，阿美丽，哎，就出发了。哎呀，我们运气真不好，没有做到。哎呀，哎。哎呀，没有做到，就捡到这个。对，哎，米角是什么？没跟我们讲，你就这样丢着，我们怎么知道要吃琵琶呢？小天使真好骗哦。我们去吃琵琶，这个放在这边，希望他回来还可以看得到琵琶，好不好？哎，希望他回来还可以看得到琵琶。我们可以，问题是我们，我们要从哪里走？因为都锁起来了。啊，真的。嘿，我们这样钻出去就好了。哎。小心！哎呦，真的在玩了嘞！啊，好恐怖的声音哦！广告之后，咱们马上回来。这家有没有喷水餐厅？60年的老店，它里面呢有一道菜叫什么？蛋黄鸭。蛋黄鸭是鸭的。对对对，因为最后要吃到什么？琵琶嘛，蛋黄鸭，鸭，我们就去找鸭，找一家有鸭肉卖，然后吃个鸭皮。接琵琶这样就好了，鸭的皮可以吧？对不对？可以吧？可以吗？那有鱼皮，当然就有鸭皮啊，好吧？不要这样子嘛，天那么暗了，我们怕最后一名。呀，蛋黄鸭听说是在这里。哎，老板娘，哎呦，容易，哎，那阿明打这个老板娘哦，你敢看嘛？老板娘，哎呀，有你这些都免去做哪了，我跟你讲，哦，你看到跟他招财猫嘞，对不对？招财猫，是，招财猫我们也有哦。还有招财猫，啊，你们闭起来啊嘞。好啦，阿丽啦，阿丽。对对对，哎，阿赞，阿丽有一个蛋黄鸭哟。有啊，那个招牌蛋黄鸭。这个一看就知道很好吃，好吃哦。这没供的就乌起来，哎，蛋黄是什么蛋？蛋黄是鸭蛋。鸭蛋。鸭蛋，在这里夹满两年。哎，这个就是爱伊剥皮起来，骨肉爱剥起来。拢爱规剥起来。对，都没有。无骨头的。无骨头啊。哎。阿舅吗？哎呦。植物基因天上有啊！哦，这辣皮嘛，唔敢怕上你。哦，好好吃哦！哎，哎呀，我们赶快吃，要不然 Vicky 会来跟我们抢。上大吗？好讲。是啊，这都是最佳的啦。哦，哎呐，这都是爱切几只半片的啦。哦，我做这高工啊。你高工哦。嗯。爱做水。足好食，嗯，那人上咬啊，哇！好好，只要你讲好食，哇，很好。哇，
好好吃哦。这是北平烤鸭，对啊，还是鹅肉？不是啦，是这个不是鹅啦，它是鸭子，鸭啦，鸭肉。这个嘞，菜刀。啊，你家五在北上面冻猪脚。冻猪脚。有有有。在哪里？绍兴冻猪脚。哦，有吗？在哪？我这个。这个是吗？我看起来好好吃啊。够吗？够啦。这个要沾东西哦。不是，要沾，不用沾啊。哦，好好好。你在这绍兴嘛，就是你在尬绍兴酒来住了。会不会醉？这是我们招待，看看招牌菜。好呀。你看。你人缘多好，人家是因为你，是因为你帮你那个疗伤。把人妈的性命是黄金哥包银，谢谢。不用，性命不用再唱这首歌了。包回，不用再唱这首歌。小心阿爸爱包回。我是讲，你妈恐怖不？那么多人在看你，然后很多人跟冷人人啊。那你们放心，跟他照一下。好吃哦。刚刚是什么来着？对啊，我们原住民烤肉。对啊，肉什么？肉普茶，这边又不是马来西亚。肉。这里有肉什么？肉粽太多了，这里有肉什么？有肉哎。肉这一面有没有写？你就不用跑过来了。哦，肉燥饭。我们最后是什么？琵琶是。你想吃面是？肉燥面。啊，最后是什么？琵琶是不是？肉燥面。肉啊，不对。肉面皮啊。肉燥面。对。面皮，琵琶。耶，太好！那走，看有没有肉燥面，肉燥面。老板。Hello。啊，有肉燥面吗？啊，那个好好吃哦。那是什么？油豆腐。啊。那肉燥面。好。肉燥面。肉燥面，然后油豆腐，好不好？耶。肚子又饿了。真的吗？肚子有，你好会吃哦，加油，好不好？阿门。来，里面坐吗？像日本的拉面。真的吗？一看就知道很好吃哈。啊，肚子饿了。快点来哈，快点来。坐这里。嗨嗨。真的好吃。哎，再加点吗？嗨嗨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叮咚叮咚。美味しい。你真的吃完呢？你是真的吃完了，好厉害，这个。好好吃哦。太好。我好喜欢吃面。快，突然我们去。这附近听说有一家卖面皮，很好吃。真的？你去。不是我去，我们两个要一起去的。哦。这个很烫，对呀。不要再吃了，又有人在做菜了，不要再吃了，把筷子放下。最后一口。筷子放下，还有在拍，赶快走，去隔壁吃面皮。这样吃东西很不自在，赶快走。老板，烤鸭半只。这个有皮的地方是最好吃的。那么看哪，来自己挑。挑有皮的，哦。这是你们这边做吗？表演给你们看的。啊，好，来。我们要弄个你没有看过的。啊，真的。真的。不要这叫做炒冰，有看过吗？炒冰啊。哎，这个跟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拿高一点。这是我们又带给你看的，这没关系啊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新玩意？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哎呦！这我没吃过。对啊。没吃过。哎呀，这硬硬的是什么？这没关系，上面这个都是冰的，这样都可以吃的。好，这一碗呢是我的。好谦逊，我把料多的给你耶。你就喜欢吃那个冰啊？啊，是吗？哇，厉害！要吃完吗？他叫阿曼达。
哎，她老公叫郭富城，有闹绯闻那个就是他。我哪一点比不上郭富城啊？讲话啊！我有没有比郭富城帅？你讲真的。没说过啊。等一下。比我矮男人没关系啊。真的吗？是比我还矮的。我真的比郭富城帅吗？那我们就走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因为我要去找琵琶，哪里有琵琶？琵琶，水果店就有了。哎，还蛮好吃的。啊？是传递是不是？不是不是。水果店就有了。真的吗？在哪？往哪边？这边有水果店啊。这里而已啦。潘家博啊。真的，那边就有了。好，了解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问民众，因为在哪里？爽。他们大概分成十八条路，我们自己去找，好不好？最后一道琵琶吃完，我们就过关了。再见。Let's go。看你那边饺子皮。饺哎。水饺还是饺子皮？对了，那个猪脚有爱叫饺子皮。哦，这样子啊。那个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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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那怎么办？要几个？好，都可以啊。水饺有吗，老板娘？有有有。我们因为在玩游戏，所以不能吃太多。那就来，没有人叫一个的吗？哪有人叫一个？十个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莫惊着啦！不要让人家弟弟出来。不是，我要那个酸的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有没有那个？来，来啊！醋，你用什么醋？那你饺子皮里边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子啊。饺子皮多少？让饺子呢啊？有听到不？哦。可怜。饺子皮咋子？皮啊，你怎样搞啊这啊？什么？你讲啊，我讲。为什么？啊！你老早早就吃啊，我等咩啊？我没有吃，好不好？你跟我吃啊。好。好。摆下来。好。为什么？哎，你那看着我过关了。忘了。你老吃了呢。你也有吃啊？我要是哎，人家的哎。但没得讲。耶！错了，今天姐给你来找物件。面皮这里，这个烤鸭店就有面皮啊。真的吗？有啊，它就是会。有一半是炒的，然后一半是那种切肉，有没有？然后加大葱，然后你把它包面皮。就是那个面皮。对，好。北京烤鸭的。这里有，对对对，北京烤鸭。哦。在这里。哦。帅哥带我到手嘞。啊，真的吗？那赶快，你们有应该有面皮对不对？面皮。来，包两，哎，一人包一点。哇，好好吃的感觉。自己包对。好嘞，等这里就好了啦。这里就好。这里就好。哦，要快，对。快。对，我们对，干嘛那么来，自己包自己吃哈。好。这样，我跟你说怎么包好不好？我帮你包。我要自己挑。好，你要自己挑。自己包自己吃。嗯，好香。好快，吃完面皮。皮琶，哎，最后一道嘞。你们这里哪里卖琵琶？琵琶那个那边有。离北水果摊是不是？真的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去后面。谢谢。Go。有没有看到？这下可厉害了，见鬼了！哎，等一下，借过一下琵琶。琵琶在哪里？琵琶，哦，琵琶上。等一下，来一份琵琶蛋糕，好不好？哎，朝里面坐，来，快点。嘿嘿 ，one for you， 来 ，one for， 哎，这个直接来就好你了。阿妈，琵琶啊，哎呦，
爱我的。喂，我不喜欢吃苹果。好，哎呦天哪，嗯。好，大家乖啊！只有蔡依。好，大家乖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！要看周日八点档，好不好？好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叫做 Amanda， 好不好？ Amanda 大家可能不太认识，她男朋友就是吴宗宪，好不好？郭富城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赶快敲锣，我们要赢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跟我来。好，大家张开一条路。有多久的时间没有拿过第一名？太感动了，阿曼达！一二三。跳一下，恭喜第一名 Jackie Wu and Amanda！ 你真是我的招财猫，幸运！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很多集都没有拿到第一名了，终就是你来，因为你来拿到第一名，所以我要为你献吻。真的有亲到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是好朋友，没关系。怎么样，郭富城？啊，像话吗？我比你帅，对不对？我们十字路口成功。